说到关西地区的机场，通常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关西国际机场和大阪一丹机场，但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尝试利用距离很近的神户机场到达或离开关西地区。神户机场位于神户市的一个人工岛上，从大阪过去距离并不远，但需要经历几次换乘。如果乘坐 JR 列车，首先通常需要在大阪站换乘前往姬路冈山方向的新快速列车，到达神户的 JR 三宫站。然后再由 JR 三宫站换乘新交通港湾人工岛线到达神户机场，通常需要花费一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是住在大阪的北部地区，会比前往关西机场要近很多。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从关西机场乘坐喷气式快艇到达神户机场。飞机竟然取消了，9:20的那一班。刚工作人员说，因为长崎那边天气不好，所以呢，就等于说飞机飞不过来。这样的话，9:20的那一班就受到影响，就取消了。现在只能是换到底下10:55那一班羽田，或者是退款。然后换到了。晚一点10:55的，稍微时间上有点紧张，但是也只能这样了。然后幸亏来的比较早，现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估计我觉得后面有可能他，因为他这班应该也挺多人的，所以我估计后一班不一定全部都能转到这一班，可能如果满了的话应该只能退票了。整个机场呢其实还挺大的，有4层，然后1层呢是到达大厅，然后还有机场大巴以及去那个关空，它有一个高速船，然后呢从1楼这边可以过去。2楼的话，这边就是出发大厅，然后旁边这边是一个卖纪念品的商店，然后呢机场的右半部分，出发区的右半部分主要就是天马航空 Skymark 和这个 FDA。在 Skymark 的对面是 FDA 的柜台，看起来航班还挺多的，有飞松本、青森、高知、岩手、松本、新系。神户机场航站楼面积17000多平方米，设登机口7个，廊桥5座，航站楼为4层建筑，1层为到达层，2层为出发层，3层为购物区和餐饮区，4层为观景台。神户机场共有5家航司在此运营，通航日本国内13座机场，没有国际航班。前往东京的全日空和天马航空都是飞往羽田机场，因此要比普通飞成田的 Peach 和 J-Star 方便很多，尤其天马航空在价格上还是比较亲民的。3楼这边是餐厅，然后4楼是有一个展望台的。3楼左边这边有一家上岛咖啡，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公共的休息区。
这边感觉在维修，外面还是有点在飘雨的感觉。安检进来之后，看起来应该有7个登机口吧，人还是挺多的，长期的还没出发，还在等。今天是5号登机口，那边人应该少一些。候机区的左边这边有一个 lounge， 这个 lounge 的话是付费的，1050块一个人，但是如果有这些卡的金卡的话，它是可以免费的。10点半的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酒，可乐还是要剩一点点，剩一点给你。Oh yeah, for my baby。 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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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baby oh baby yeah yeah， 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最后拍天马航空常常被认为是一家廉航，虽然价格确实比较低廉，但在服务上其实与诸多廉航有很大差别。当前天马航空运营的29架客机均为波音737型，全席经济舱共177个座位，座位间距为79厘米，与2大航空基本相同。另外，通常联航需要付费的选座和行李托运服务，天马航空均免费提供，而且机内也会提供咖啡、巧克力等轻食。因此，相对于低成本的 LCC， 天马航空一般被定义为 MCC， 类似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星越航空。マスクを鼻と口に当て、ゴム紐を頭にかけてお使いください。
天马航空成立于1996年，成立之初由于通过简化服务等方法压缩成本，在价格上相较于日航和全日空两大航司形成巨大优势，创下平均搭乘率80%以上的记录，取得了长足发展。到2010年，顺风顺水的天马航空一口气向空客订购了6架 A380 双层客机，成为日本首家订购 A380 的航空公司，并且在2014年完成试飞，计划开拓伦敦、纽约、巴黎等航线。但到2015年，天马航空由于经营不善，申请破产重组。国内航空3位のスカイマークは昨日夜、東京地裁に民事再生法の適用を申請し受理されました。負債総額はおよそ710億円です。スカイマークは格安航空会社との競争が激しくなったことや、円安によるコストの増加で業績が悪化していました。旗下 A330 客機停飛、原本订购的2架 A380 最后由阿联酋航空接了盘。作为重组出资方之一的全日空也随后购买了2架。重组后的天马航空稳步经营，已经恢复了盈利，并在逐步扩大营运版图。2014年将神户机场发展成其最重要的一个航空枢纽，在所有同行城市里航线最多。人特别多，机组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然后现在去赶地铁了。